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挝店长，现在在老挝。今天呢，刚刚去参加了一个老挝朋友的婚礼，觉得非常的有意思，所以呢，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看一看老式婚礼和我们中国的婚礼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。开始。
ที่บังเลาะคนส่วนใหญ่ตามเป็นพิเศษนะ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ทุกท่านกันThank you.
们一般的要到晚上一两点才能结束。老挝人的婚礼怎么样？还挺好玩的吧？好了，感谢大家观看店长今天的视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